阔落阔落啊！好香啊！系啊，你睇下今日整咗啲咩俾你食，系咪好靓咧？系啊，好靓啊，好绿啊，好衬我今日啊！哇，好似好味啊！不过咧，其实咧呢几样嘢我都成日食噶啦，今次有咩咁特别呢？嚟，等我介绍有咩咁特别先啦。前菜有五彩 superfood 配海带沙律汁，咁我加入咗藜麦同埋牛油果，仲有羽衣甘蓝落去嘅。主食系六重组汤底牛肉温泉蛋咀药面，咁我特登用六重组做咗个汤底嘅。甜品是红莓六重组乳酪布甸，我加入了六重组和乳酪，令到这个甜品酸酸甜甜，好消滞的。咦咦，六重组我真是好东西，它是来自日本冲绳石垣岛，听闻当地出产的 superfood 六重组超高质咯。识嘢喎 ，Hannah， 六重组是日本十分受欢迎的 superfood， 而且十分之珍贵，因为它生长在很充足的阳光、清澈的水质和洁净的空气环境。石垣島就齊曬呢啲嘅要求啦。啊，飽飽啊！啊，不過話時話，用六重組嚟做主題嘅餐點咧，香港真係好少有。係啊，真係唔多噶。不過咧，就真係好啱香港都市人食噶。噔噔噔噔，咩嚟噶？就是而家日本好 hit 嘅六字習慣啦，佢嘅配方正正就是有日本大熱嘅 superfood 六重組啊。其實之前都知道六重組是好嘢嚟噶啦，所以咪上網 search 咯。點知啊，俾我發現市面上真係有一隻用日本六重組為主嘅濕條紋，所以咪開始食咯。佢可以幫我哋嘅腸道、血管、肝臟排毒，為我哋三大排毒器官維持最佳狀態。淨係排毒唔夠噶，排毒之餘仲要補充失衡嘅營養。咁先至夠全面同埋健康。當然啦，淨係排毒係唔夠噶。六支習慣除咗可以幫我哋做到毒素 out 之外，仲可以幫我哋攝取均衡嘅營養添。佢入面有59種維他命、礦物質、不飽和脂肪酸同埋氨基酸等等嘅營養素，仲有日本三大蔬菜，可以幫我哋都市人補充平時多油小菜攝取唔到嘅纖維同埋營養素。佢係市面暫時唯一一隻可以做到毒素 out、營養 in 嘅supplement。咁正，估唔到你一早就～知道呢一正嘢，话晒我日本通都唔系浪得虚名噶嘛。如果香港未有六重组嘅 menu， 咁咪试下六支习惯先咯。而且行入万宁就买到啦，几方便啊！见嚟你等我整盒俾你啦，多谢晒你啊 ，Hanna。我每天的好习惯，六支习惯，毒素 out， 营养 in。